两分而已，你不需要用花型吧？这种要求这么低的吗？你鱼柱也可以灌两分啊。对，工业你鱼柱随便灌个一球，你应该都有两分吧？我觉得鱼柱瞄板没有花型那么猛，花型的瞄板是。哎、欸，干靠背哦，干！我觉得不是干，我这样有点难得分呢。不会啊，你可以传给我、啊。从楼给古川，从楼我干，两个全部白墙。哇，看他们这个配合应该是天衣无缝之极限。没有专精就可以全部白墙，没有专精就全部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个账号的光头是全服白墙20，所以比较相信那个。哪一个账号？我忘记哪一个账号，反正就是账号那么多，就赔那个啊，就赔那个谁。赔不知道谁冲全服最强，冲一冲就全部白天衣无缝之极限。赔、哦、那个高桥无朗啊，应该是啊，反正就是，反正光头很少人玩啊，光头全部白墙，无刚都无嘞。光头不是说，哎、欸、我空档，快点，两分有了 ，OK， 任务理解。怎么样？刚才那锅帅不帅？帅吧？靠背哦，帅不过两秒，真是。这我的错，这我的锅。我跳一，你跳二。对啊，你跳一，我跳二。我们刚还没讲好谁跳一谁跳二。这个鹦鹉怎么一个看着你上？他这样静静的看着我装逼。看着你，狗狗逼。反正卢宝是手，卢宝是手单手一幕的。盖掉。哦哟，光头滚！光头没弹射。嘿，光头，你以为我后撤吗？没有。我在传球，我在传，怎么样？我们就进入卢巴口中那个干最无聊，这种人最无聊，一直晃，一直晃的世界，一直晃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古川，水哦，两分，我有两分，你没传传给我？你已经30分了、啊，不用啊，我们要进入，我进入哇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三甲以内是空档哎、欸，三甲以内，他名字，我盖他一。我再盖他一，直接盖爆！我再盖他一，你再盖他二，直接被盖爆，捡爆！小心一摸，小心一摸！我再盖他，哎呦，来不及！我碎碎，他那就进 ，yes， 他那机制就没了，机制球就没了，不要！他不就好点时间到，不然那球没盖到呢。我们进入无聊的世界，我帮他拉面箱。哦，空位，更又进。一把金丝球投掉，弄掉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让对面小朋友地板呢、欸？地板呢、欸？我们的地板，那没办法、啊。古川，哦，我们你有光头在，你要怎么捡地板、啊、除非他没弹射、啊，不然都、欸、他被盖几球了、啊。天衣无缝之极限，靠背没地道，两个大招都空了，这个就完全没有极限。我中投，我有带中投，中投是靠背，带中投是中要小了。你都已经30分了，你不要了，你乖乖的。又对面，对面三个都变阿鲁巴，说干这种人最无聊、最无耻的傻血。天衣无更靠背，千锤百炼，天衣无缝之极，天衣无缝之极限，才华洋溢。干鲁巴，我们在那，我们在跟他太远。我刚刚开加速，卢宝跳快，他那个再走一步就盖到了，他不用跳那么快。哎呦，卢宝来了吗？属于哦，天衣无缝之极限。看那工艺是不是放弃？他刚上，他我刚有稍微顶到他一下，但是就算我没天衣无缝之极限，就算我没有顶到他，他也没什么在守的防，没什么在防守的感觉。天衣无缝之极限。雷霆狙，帅帅，可惜，八，慢了慢了，卢宝你要开加速，所以我都有跟到，刚在加速中嘞，还是跑不过他、啊，我、哦、干没有，错啊，哎、欸，是哟，自己拿回来，天衣无缝之极限。盖到了，天衣无缝之极。起火锅是不是？起火锅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看他，你不要看子豪连续盖这么多球。我跟你讲，陈浩盖的，现在子豪盖了7颗，我盖了5颗。
车开点去洗那么多久？天衣无缝，才洗到我的，才多洗有两。天衣无缝，撸吧啊！结果破口在我这，结果你没有手啊，很可惜。结果 我是破口。我们拉个面相，给陈浩自己爽一场。物事结局，我看物事结局，我从来没看过他第三。哎、欸，靠背哦！哎、欸，我相信物事结局。还进卢巴，你什么叫没看我第三？我每次第三都说我看他第三，我没看你第三，每次都讲一样哈。五十靠别不挡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一定哦，终于有大绝了哈。站Q五靠边，他们一定很闷，他们一定在想说，干纳木为什么红色岩缸还进？那下天衣无缝之极限，他填起来了。你有三中一耶，快来，你三中一投了呀。天衣无缝，哦哟，看他妈！卢巴快给我骨穿骨穿好美，我会发呆干我这么完美，没有整场就给你秀啊。哎、欸，骨穿哦、喔、OK 他害怕掉球。你在叫我吗？骨穿天衣无缝之极限，光头没弹射。哎、欸，靠背哦、喔、投降哦、喔、投降了哦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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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卢宝就看到啊，就是他该盖第一球，光头开台就捡起来，再被盖第二球，光头就没弹射。这种情况下才有办法跟光头抢。了解。这场你们几个火锅啊？盖？干，我都只盖他一段啊！啊，长谷山盖他二段啊，直接被手爆啊！直接手。不是全部五十几吗？干，这种阵容真的是没办法打。这种阵容怎么可能可以打？我。没有你，他那个选错。如果是樱木跟光头的话，我们会选三级。那如果你是要配工艺，选高沙会比较强，因为光头他是跑位挡拆嘛，他的原地碰撞没有很大。你要打这种阵容，应该选高沙才对。高沙你就觉得很鸡巴，高沙就一直把你撞倒。哦、对啊，刚高沙两个人收，一个撞倒，一个被晃倒，敢不用玩？对啊，光头捡十个地板球。他被有拦下，还是嫖妓了？他中间有一段被连续盖三个还是四个？就我觉得他就头就盖、啊哦，我都盖一段而已啊，我只跳那一段。他中间有一段不信邪，一直盖不到，盖不到，盖不到，超好笑。然后卢巴最近选鱼柱都会坏习惯，就想说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已经觉得自己的鱼柱已经天衣无缝，他想说。我用走都盖到你，结果在盖空位，那个明明就盖得到，多差一点点，那个真的盖得到，因为